是我国武术运动中的一大拳系，是一种柔和、轻灵、沉静的拳术。它的动作、运行路线，处处带有弧形，要求虚实分明、内外合一、前后贯穿、绵绵不断。太极拳又有不同流派，各有其特点。这仅将我国当前流传较广而有代表性的主要流派选拍成影片作为资料供参考。陈氏太极拳第一课，表演者田秀臣。传自河南温县陈家沟的陈长兴，其后代陈发科，于1928年来北京传授。拳式共有两路，第一路动作较慢，柔多刚少，突出特点，以缠绕劲为主，发劲为副。田秀臣老师表演的是第一路。有背折靠、青龙出水，动作缠绕连绵，含而不露，去而后发。
陈氏太极拳，还吸收和保存了长拳中的跳跃动作。二起脚就是一力，还有双阵脚动作，运行时两臂缠绕，虚灵顶进，引体重落，一跃而起，转身窜跳，刚柔相济。拳主要发劲动作之一，它充分表现出蓄劲如张弓，发劲似射箭，放长风寒的特点。
制太极拳主要动作还有金刚倒背，它是单阵脚动作，引气下沉。第二套，表演者雷慕尼。极拳第二路，又名叫炮锤，其动作特点激速紧凑，刚多柔少，并有很强的抖发劲儿。重复发劲动作尤为突出。踢架子，陈氏第二路，不但具有擒拿解脱、击法较强的动作，而且窜动跳跃、闪战腾挪的动作较为显著。和雷慕尼老师练的这两套拳架是陈发科老前辈直接传授的，多年来从事锻炼并保持了原有的技术风格。
杨氏太极拳，表演者刘高明。杨氏太极拳是以杨成虎所传为代表，其祖父杨禄禅，河北永年人，在清朝咸丰年间学拳于河南陈家沟的陈长兴，后把拳带到北京，经杨建侯、杨成虎父子加以改造而成，通称杨氏太极拳。
击拳动作特点，舒展大方，轻松沉着，柔和均匀，连绵不断，要求用意不用力，呼吸自然，在宁静的情绪下，神经系统、内脏、肌肉、骨骼等运动器官均得到锻炼。Thank you.
先生传授的，保持了老杨氏拳架的风格特点，自始至终形如流水，连绵不断，一气呵成。孙氏太极拳表演者孙建云。孙氏太极拳传自北京孙禄堂，孙老先生为形意拳、八卦拳名家，又向郝维珍学太极拳，其综合三派之长，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孙氏太极拳。
太极拳的主要特点是动作舒展灵活，行云流水，绵绵不断，每转身变向往往与拍手合手相接，步伐进退相随，进步必跟，退步必撤，故又称活步太极拳。师是孙禄堂先生之女，受其父亲传，数十年如一日，不断钻研实践，技艺精湛，风格尤为突出。太极拳表演者李秉慈，吴氏太极拳是以吴建全所传为代表，其父学拳于杨露禅和杨班侯，后经改进定价，通称吴氏太极拳。
分明，以意导动，节节贯穿，力达烧结。太极拳总的特点是动作细腻，姿势舒展，结构紧凑，轻灵柔和，形意并重，虚实变换严格分明。坐身转腰沉胯，前进后退，旋臂转腕，动作过程交代清楚细致，周身协调。Thank you.
秉慈老师练的这套太极拳是北京太极拳杨雨婷老先生的诠释。杨老先生亲自得到太极拳名家王茂斋和吴定泉的传授，并有所发展，别具一格。武士太极拳，表演者欧阳芳。武士太极拳是河北永年人吴宇香所传。吴宇香从杨露禅、陈清平学陈氏太极拳，后经改进定价，通称武士太极拳。武传李义武，李又传好为真，故又称李氏太极拳或好氏太极拳。
老师练的这套拳，是他于1929年、30年间在南京向郝维珍的学生李湘远先生学习的。几十年来从事锻炼，有所心得，但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风格特点。